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<coughs> 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解第六百三十二面，啊，六百三十二面倒数第二行，啊，从经文看起。 <coughs> 世人共尊尊不及之物，于此巨恶极苦之中，勤神迎物，一字借机。尊卑贫富少长男女，累念积虑未，未心走使。 无田有田，无宅有宅，眷属财无，有无同忧。有一少业，似于其等；食小居有，悠悠非常。水火盗贼，冤家债主，风飘借头，消散磨灭，心间亦固。 无能重视，命中捐弃，莫随随者，贫富同然，忧苦万端。这是第一个大段 <coughs>，说明我们这个世界造物。 受苦，要知道啊，业里这一段里面给我们讲忧恼、确实啊，无量寿经最重要的两段经文，第一段是第六篇。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。 幸运坚固，成就了极乐世界。那么，从三十二到三十七这个六品经文，完全是讲因果报应，是讲我们现前实际的生活状况。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这个世间这么苦。 苦从哪里来的？啊，如何改进？经文上都提供我们很多的参考资料。所以，净宗学会当年在美国成立，我们就选了这两段经文作为我们的早晚课。啊，早课。 第六篇啊，我们记住要向阿弥陀佛发同样的愿。晚课呢，就是读诵三十二到三十七这个六品经文，啊，让我们认真反省，啊，这一天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。 啊，有没有违背、啊、佛陀的教诲？啊，要铲除业障，要改过自新。啊，所以这两个部分，这是行门。啊，我们学到这部经，必须要应用在生活上。啊，中国老祖宗说：“行有不得。” 凡求诸己，这就是改过自新啊！生性积善，则有余庆；积恶，那就有余殃。啊，因果报应呢，丝毫不伤不爽。所以经文第一句就说：“世人，这世间人。” 大家都在争争什么呢？无极之物啊，不重要的事情啊。啊，这个不重要是明文利呀，不重要。什么东西重要呢？生死大事重要。啊，我们的人生，如果在这一生当中，永远摆脱了六道轮回，这是大事、啊。 永远不在六道里头啊，去受这些折磨，造这些罪业，这样打死啊！觉悟的人，他念念在这个地方，他不是在世界这些名闻利呀。啊，一定就肯定他会做到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，你看。 本是释迦牟尼佛，在世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！他是王子，他父亲是国王，他是老大太子啊！如果他不出家，他继承王位也，国王不要啊！宫廷里面荣华富贵的生活也舍弃了，出去透波。 啊，过苦行僧的生活，为什么快乐自在啊？这世间人不知道啊！啊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没有烦恼，这个多自在，所以身心健康，快乐无比。 一生的事业是什么？教学啊！所以，真正最有智慧的人，他一生选的事业都是教学啊！这个世界上所有宗教的，这是创始人，都是最聪明的、最有智慧的，选择全是教学。 啊，取宗教这两个字，是日本人提出来的，从日本传到中国来的。啊，我是当年把外国这个宗教这个这个这个翻成中文，这个日本人很有智慧啊，因为宗教两个字的意思太好了，啊，宗有三个意思，主要的。 重要的、尊崇的，啊，教也有三个意思：教育、教学、教化。你看合起来，主要的教育，你不能不接受；重要的教学，尊崇的教化，这个名义啊，名词的意义，走遍全世界，任何一个宗教都认同。 没有反对的啊！这个十几年，我在这个世界上走了很多地方，许许多多宗教接触，把中国宗教这个意思讲给了天，都鼓掌欢喜啊！啊，都承认呢，这个教育是重要的教育啊！地区最初宗教创始人，那是名副其实的宗教导师。 啊，变值是之后的事情啊，不是创始啊。啊，要是像现在这种宗教是搞迷信的，哪能传这么久？啊，哪有这么多人去信仰？啊，去认真向他学习？这个事情我们要认真去思考啊。 啊，去年我访问梵蒂冈，啊，跟教廷，我们做了两次会议，两天，啊，在教廷活动是两天。陶然主教代表教皇，啊，跟我们交流。 啊，所谈到的问题都是过去未曾谈过的。啊，第一个是宗教本身问题。啊，陶然主教给我们做报告。啊，他们有调查，所以宗教里头只有天主教有组织，有行政组织，啊，其他的都没有。啊，那么佛教是完全没有组织。 佛教的性质上，像中国古代私塾教学，他连制度也没有。私塾教学就一个老师，释迦牟尼佛老师，其他的菩萨声文、声闻那全都是学生。啊，菩萨是高级班学生，声闻是中级班学生，像我们是小班学生。啊，私塾教学没有任何组织。啊，顶多这一班。 啊，推一个上手，上手就是我们现在讲半场，啊，你这是一般半场，啊，再没有其他组织，啊，所以佛法是纯粹教育啊。啊，他们告诉我，最近这个十几年的调查统计，全世界信仰宗教的这个比例呀、啊，年年下降。 所以他们忧心忡忡，要这样下去，二十年、三十年之后啊，这个这个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家寥寥无几，啊，可能宗教要在这个世间消失。啊，当时我的说话。 就针对这个问题，做了一个建议。啊，我说，当初摩西传教，耶稣传教，啊，实际上摩西跟耶稣是一家的。啊，这世界上三个宗教。 犹太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，他们所依据的经典都是圣经，就是新旧约。犹太教遵从的是旧约，啊，基督教遵从的是新约，啊，天主教是新旧约都学，啊，所以实际上。 是一家了三派呀！啊,啊，我有一次在新加坡、南非有一些这些宗教虔诚信徒，他们是欧洲人，到新加坡来访问、来拜访我。啊，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他提出来问我。 那点儿法师，你对于这三教怎么个看法？啊，就是犹太教、天主教跟基督教。我说你们三个教是一家人，但是一家三派。啊，这是哪三派？我说犹太教是皇上那一派，天主教是皇后那一派。 啊，圣母玛利亚嘛，基督教是太子那一派，他们都笑起来，哎，你的比喻很好，啊，比喻的很切切恰当，真的不是假的、啊。他们三个教合起来，在全世界的信徒二十多亿，啊，你看看，和这个联合国也统计。 今年大概是十月吧，全世界人口突破七十亿，啊，他们合起来大概估计有二十五亿呀、啊，占大多数啊。那么另外一个大的宗教的时候就是伊斯兰回教，啊，回教他们自己说，全世界信徒有十七亿，啊，那我做了个保守的。 估计呀、啊，应该差不多有十五亿啊！你看，十五亿加上他们三个教的二十五亿，四十亿啊，佛教在全世界不到七亿人啊，应该是六亿多，不到七亿人，也算是大的了。其他宗教都人人数都没有这么多。 啊，所以说要是算五个宗教就包括佛教，要是四个宗教不包括佛教。啊，这新疆人逐渐下降啊！我说当初这些传教的人，凭什么那么多人信奉他，跟他学习？啊，他魅力何在？我说我们有没有去？ 认真去思维，去观察啊！我说他们那些人全是用现在的话说，社会教育家哪一个不讲经教学啊？摩西教学二十多年了，耶稣教学三年被人害死了。 啊，他要不被被受受被不被迫害的话，我相信他还是一生教学。啊，穆罕默德教学二十七年，释迦牟尼佛最长四十九年，通通是教学啊！啊，但是他们的教学都有一个宇宙的主宰啊，在基督教。 称之为神，称为上帝啊，在伊斯兰教称为安娜，成为真主啊。佛教里没有，佛教里对于这些神尊重啊，尊重啊，绝对没有轻视啊。佛教里面的佛是觉悟的人，所以佛教的佛菩萨。 阿罗汉是学位的名称，啊，他不是宇宙的主宰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佛教里头与政治毫不相干，他没有政治色彩。你看，阿弥陀佛啊，这个这个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没有国王，没有上帝。 啊，极乐世界，你细心去观察，介绍，它实际上它是一个教育的机构，像我们先讲佛教学校，它这么个性质。这个世界里头只有两种人，一个老师，释迦牟啊阿弥陀佛一个人，学生，这是所有往生去的菩萨、声闻、天人、六道众生，通通是学生。 啊，它跟一般宗教不一样。一般宗教确实它有个主宰的神，佛教没有。啊，佛教里头有哲学，有科学。科学跟哲学确实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，是世界上最高峰。啊，科学这一部分，近代这些物理学家他们的研究报告。 几乎跟佛经讲的是一样，啊，这就说明是三千年前，今天科学的成就，佛全知道。啊，科学跟哲学到今天还不能解决的问题，就是宇宙的本体到底是什么，没有人能说清楚。 啊，而、哦、这个事情，佛经里面讲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宇宙到底怎么回事？情啊，生命到底是什么？解释的清楚啊，这是科学到哲学还没有达到的地方。啊，所以这是一门大学问呢。 啊，他所求的智慧啊，所以佛的教学一生是以智慧为中心、为主题，啊，就是般若啊。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教学，可以分为四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就好像办小学，十二年。 啊，叫阿含呐、啊。讲什么？完全讲做人的道理，你怎样做个好人？啊，所以这是基础啊，人都做不好，你怎么能成佛？怎么能成圣成仙？啊，十二年之后提升则方等，方等好比是中学，啊，八年。 方登之后呢？二十二年般若，那我们想到，这是核心，这是智慧。啊，时间二十二年，四十九年讲经教学，这一个单元占二十二年，你就知道这是佛法的核心。啊，最后八年是法华。 啊，那我们知道那是研究所，啊，法华华严，这都是研究所。啊，真正达到成佛了，就是最高的学位拿到了。成佛是博士学位啊，菩萨是设士学位，阿罗汉是学士学。位。 他四十九年分四个时期，啊，好像办学一样，从小慢慢往上提升，啊，一生从事于教学，啊，学生当中，在当时有十六大国王，都是释迦牟尼佛在家学生，你说他要建个学校。 很容易啊，哪一个国王都可以办得到啊？他自己家里也可以办到，他父亲是国王啊，怎么会办不到呢？啊，他怎么样？不要居无定所，今天住在这里，明天坐在那里，他过的是游牧生活。那、啊、住在哪里？住在山林、水边，哪儿风景好就到哪儿去，啊，居无定所。 啊，吃饭日中一时。树下一宿，你看多自在！啊，托波真的是一波千家饭呐、啊。所以讲共产，释迦牟尼佛头一个带头共产啊，他的一个僧团，那时候长期跟他不离开他的，经常看到的一千二百五十五人。 每一个人都只去拓钵，这不叫千家饭吗？拓钵不是自己拓了就吃，不是啊。我拓的今天饭菜很好，你拓的很差，很不平等的。拓完之后，拓钵钵有个盖子盖起来，回到树林底下，把饭菜通通倒在一起，搅和平均，吃多少在里面拿多少，这真正的共产平等。 没有差别了，所以每个人一播的时候都是千家饭了，这这个不是形容词，这是事实啊！啊，去僧团是平等的，啊，僧团确确实实把共产主义兑现了，啊，它是真的，它不是假的。你看看，世尊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。 极乐世界是共产，极乐世界几乎没有私人财产，啊！但是所有一切物质应念现前，你想什么它就现前，啊，不用了，不用就没有了，所以不用收拾啊，啊，居住的地方就是一个大厅，空空荡荡，想什么有什么，客人来了，来多少人，哎，他就有多少座位。 客人走了，座位就没有了。啊，那这个用现在的话，这是理想的共产主义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那个是是的真实的共产集团。啊，所以传到中国了之后，中国寺院的确实现的是共产主义，没有私人财产，一切都归公。 啊，所有一切供养是公共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寺院里叫常住物，常住物就是公共的，啊，不是属于任何私人的，啊，这个制度是大家心安理得，没有争论了，啊，所以佛各个宗教都是教学，所以。 才有那么多人来敬仰、来学习，啊，把这些这个这个教学传到后世，能传几百年、几千年。如果当时这些人都是专门搞祈祷，啊，专门搞佛门的金灿佛寺都属于祈祷，绝对传不下来，早就没有。 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说宗教有没有？我相信那个时候肯定有，而且很多，其他的都传不下来。啊，科学越昌明，他们越不能存在。啊，但是科学昌明对佛教有很大的利益。啊，为什么？佛教本身是高等科学，是高等哲学。 啊，这个爱因斯坦曾经说过，啊，能够与科学相应的只有佛教。啊，其实每一个宗教虽然都都崇拜宇宙之间一个真神，啊，现在这些高级宗教说真神。 不是人啊，他没有形状啊，他存在，它是灵。这个话讲得通。佛法里面讲自信的、发性的，我们中国人讲本性。老祖宗讲的“人心本善”，那就是神啊，那就是灵啊，用你名词不一样。 啊，外国把这个人格化了，啊，中国跟佛教没有，称它为自信，称它为发现，啊，它是宇宙万有的本体，啊，那么佛教这一个说法，现在科学哲学还不能够证实，啊，但是佛家讲的阿赖耶。 被他们发现了，啊，这个很了不起啊！发现阿赖耶，等于说佛法里头是一半的东西，他明他明白了，啊，这一半是很明显的，那另外一半是隐秘的，他不知道。啊，所以这些科学家在佛法里面。 可以称为他们是菩萨，啊，他们到佛还有一段相当遥远的路途。所以这经里面这一段经文，啊，有这个有前这这一段首名慈土众生呐，普皆右脑。 劝令远离啊！普是普遍的、啊，我们地球上这些众生呐、啊，普遍都有忧虑，都有烦恼。远离什么？把忧虑、烦恼个离开啊！无忧无虑，无烦无恼啊！人天的福报啊！ 你才真正享受到啊！这一桩事情与地位不相干，与财富不相干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表现给我们看了，他们这个团体啊，每一天在讲学，每一天在学习，同学们天天在一起分享，无忧无恼。 啊，这个就是方东梅先生早年所说的“人生最高的享受”啊！啊，我们中国古时候读书人羡慕孔颜之乐，孔是孔子，颜是颜回啊。孔子颜、颜回当年在世所表现的是快乐人生。 啊，也就是表现出无忧无恼。啊，大家看得羡慕啊！啊，这两个人在社会上没地位、没财富。啊，孔子是平民啊！啊，那颜回的物质生活之清苦，在同学当中。 没有比他更差的啊！你看，夫子说他但是瓢饮啊，但是是什么？用竹子编个篓，住楼盛饭，没有饭碗了。啊！瓢饮，葫芦瓢，这个舀水喝喝喝水，没有没有杯子啊。 啊，你就想他的物质生活困难到什么程度？但是一天到晚快乐。啊，我们讲幸福快乐，这个是是，父子这些学生没办法跟颜回比啊。那颜回落什么？落道啊！啊，天天在学习，天天有领悟啊，这个快乐。 啊，所以佛门的古大德常说：“世味哪有法味浓？”啊，世事是世间名闻利呀、啊，啊，这种享受的快乐要跟佛法比比不上。佛法一无所有，它里头有真乐。啊，这个乐是说是从自信里面往外流的，像泉水一样，它往外喷的。世间人之乐是外面的刺激。 啊，就名利的刺激，好像得到了就很乐，那失去就忧虑。啊，活在那个环境当中，患得患失，得到很快乐，就怕丢掉。啊，所以他有忧虑，他怎么样去保？能不能保得住？保不住？为什么？生命有限呢、啊？你死的时候带不走啊。所以他苦恼无边呐、啊。 啊，在佛法、在圣贤教育里面没有这些，啊，他把这些物质看得很淡，啊，所以外面环境上不能干扰他的清净快乐，这叫真路，不是从外出来的。啊，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。 世间人错用了心呐、啊！啊，佛讲的非常圆满，讲的非常详细啊，是第一句总纲，共振不及之物啊，这个物就是俗物啊，你每天所作所为，只是人。 借供增无关紧要之所，不重本身急破之大事。啊，本身即破的大事，要说一个俗话来讲，什么是大事？不生不灭。你看秦始皇，啊，做了皇帝了，还想找长生不老药。 为什么呢？他懂得这个东西重要啊！当年派了徐福，带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，到海上去求神仙，啊，找不死药，这一去没回来。啊，我们在日本讲经教学这个十几天。 啊，有当地的这些佛门弟子来个来问我，啊，他说：“徐福带着童男童女到日本来了，有没有这些事情？”我说：“有，中国历史里头有记载。”啊，这个不是假的，确实。 啊，所以这个是務啊，急物啊，是不是真有不生不死呢？真有啊，只是你不知道。你要知道的时候，你这个忧虑你就放下了。每一个人都不生不死啊，你要知道啊。 生死是生死是肉体、啊，肉体肯定有生就有死啊。什么不死呢？灵性不生不灭。啊，你看看，所谓最近我们看到附体的，在美国有，在澳大利亚有，在欧洲有，啊，在日本也有。啊，我去问他们，有有有。有 啊，那不就证明了吗？啊，所以都是一些过去这些灵，啊，有一些过去几千年前的，这古人，啊，他们附体，那不就表示他存在吗？啊，这个我们用客观、冷静去观察、去思维，面对呀。 这个现象啊，现在越来越多啊！啊，他透的信息，我们一定要有智慧去辨别啊，合情合理，我们可以做参考，但是啊，我们不能听他摆布啊，他叫我们做什么，这个很危险。 啊，我总是记得了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的。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一直怀疑。小时候我在福建，抗战刚刚开始，我是抗战前一年到福建的，在福建住了六年，念小学。我在福建看到伏击，福建的这个伏击啊，很普遍。 差不多中等人家了，堂屋里头都挂着这个鸡盘，龙头，那个笨鸡，啊，在沙盘上写字，啊，中等以上家庭堂屋的供娘在正当中，有什么疑难杂症就请他来指示。啊，我们小时候好奇啊，小学生啊，二三年级就在地方看看他写，他写的很规矩。 啊，写的字我们都认识，啊，什么人来扶呢？都是不认识字的，啊，挑水的、卖柴的，慧、啊、能大师就是樵夫，啊，因为那个时候城市里头没有自来水，没有瓦斯，啊，所以都要烧灶，啊，柴、由柴，樵夫上山砍柴，挑到城里来卖，水也是的，啊，他们在城外。 河边上挑水，挑一担水，挑到城里来卖。这生活很苦啊，都不认识字啊。哎，找这些人，还有拉黄包车的，都找这些人来扶扶了而且扶是两个人扶，啊，他一个本籍写字本籍，一边一个，两个人扶，写出来的字居然工工整整，我们在旁边都认识。 啊，一个小时大概写几十个字，他写的很慢。啊，那么我到台湾去了，也去他们邀请我到祭坛去参观。我看到那个，我就怀疑他专门系动啊，别人扶就就他就不动，专门就是他一个，而且动快的那个速度，我看了一个重点，我一个字也没看到。 啊，就就就是他口里念念有词，旁边有人给他记录。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张家大师，我说我在福建看了，我相信。啊，这个栾坛上看的这个鸡童啊，我对他有怀疑。张家大师就把这桩事情告诉我了，他说：“清朝亡国，亡在腐乱。” 我说为什么？慈禧太后相信。啊，清朝在早年开国的时候，啊，早年，这一些帝王遇到疑难杂症不能解决，都向高僧大德请教。啊，所以都风有过失，儒释道里头都有过失。 这些人经常在宫廷里面讲经教学，啊，我知道这个事情就很好奇啊。啊，所以我得到《四库全书》，我就留意，啊，果然没错，《四库全书》里收的有宫廷教学的讲义，我就展开看看四书五经啊，哎，他们是怎么教的？ 啊，他讲些什么？这一些讲义都留在私库里头。啊，所以他们都是请教这些专家学者用现代化了来解决问题啊。啊，可是慈禧他把祖宗留下来这个制度废除了，他不要了，啊，不再请人到宫廷里面讲经教学。 他就信佛乱啊，信鬼神，他亡国了。这个非常有道理。啊，这一桩事情，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提出警告。啊，鬼神可不能相信，他真有，他不是假的。 啊，小事情很近的事情，他讲的很很对，很准确，所以你相信他。大事，啊，几年之后事情他就乱讲。啊，他讲了之后，你出了事情，你找不到他了，他不负责任啊。啊，所以这些道理必须要清楚，要明了。啊，我们应付任何问题，都要凭借经典的教诲。 圣贤的教诲啊，圣贤经典教导我们这个国家族群五千年了，没出乱子啊。末世的帝王多半都是不相信这些，自以为聪明，他才出事啊。像方东美先生早年告诉我，就是周朝。 如果世世代代的子孙都能守着他们的规矩，他们的制度就叫周礼。现在还是周朝，我们相信呐。啊，怎么亡国的？不相信祖宗教会，自以为聪明。 啊，所以这些道理不能不懂。我们学佛决定不迷信。啊，这一些现象是确实有。啊，灵鬼里头有善也有不善，有很诚恳、恳诚恳的帮助你，也有来骗你的，你都要当心。啊，在一般人来讲的时候，骗你的多。 诚心诚意对你是少，为什么？你的心诚，就感得有诚心诚意的这连鬼帮子；你的心邪不正，就会有一些邪邪鬼邪神啊来帮助你走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我们的心要正，那个邪邪鬼邪神他不敢来，他他不好意思来。 啊，你心邪，那一附就附上了。啊，为什么跟他志同道合嘛？啊，所以人心正，有一股正气。这个正气，这些邪邪邪邪鬼妖魔鬼怪看到之后，他就回避。啊，所以人不可以没有正气，人不可以没有善心。 啊！佛在此地告诉我们，这个是前面这两句就把这一篇宗旨说出来了。所以于此巨窝，巨我是大我啊，大我招来疾苦啊，在这个里面还情深淫雾，还天天拼命在造业，他干这些事情。 啊！一字解济，啊！以为自己在、啊、享受。啊！我们看念老的主题不知无常迅速啊，生死四大，这样才叫大事。啊！无常就是讲的光阴。 这个世间什么东西对我们最重要啊？光阴最重要啊！不能空过啊！你要真正能掌握住，不怕难，不怕苦，自古以来没有例外的。真正有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。 你努力去做十年，你肯定就成功了。啊，《学记》里面所说的“七年小成，十年啊九年大成”，啊，我们佛法用“十”代表一个圆满。啊，十年就有大成就。 啊，无论是什么学术，你只是一门专攻，都能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学者。啊，外国这些科学家、哲学家也一样啊，他也是一生一门专攻一样啊，啊，成为一家了。如果学多了，学杂了，啊，或者是对于五欲六尘的贪爱。 你心不专，那你就一事无成。啊，虽然学十年皮毛，没有东西出色的，就出人头地没有啊。啊，佛说，我老祖宗也说，佛说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。 啊，老祖宗说：“教之道，贵以专。”啊，教学一定是要专的，专精。啊，尤其佛法讲的好，一门通了，门门都通了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么现在的这个教育，麻烦就在此地。 从右至园就是好多功课都学杂了，学乱了，啊，门门都知道一点常识，没有一门精通，啊，所以这种教学的方法，啊，我们不谈其他的，单单谈这个方法，这方法不善，啊，零七年，剑桥的汉学系的。呃 一位名教授啊，到香港来看我，我们做了一次长谈，一天三个小时，两天我们谈了六个小时。啊，他非常有诚意，叫麦达伟教授。 我也很感激他，他邀请我到伦敦去办一个学院，办个书院，名字他都想好了，叫大成佛学。啊，这个书院呢，隶属于剑桥大学。我很感激他，剑桥大学在全世界排名第三，名校啊。 那、啊、最后我告诉他，我不能去。他是为什么原因？我说剑桥我去参观过，伦敦大学、牛津我都去拜访过。我说你们学校的制度、框架，嫁给我，我不能够越轨，那我什么都教不出来，我不能教。啊，突击拍课程这个方法，我就不赞成。 他说：“那你用什么方法教？”我说：“我没有方法，我们老祖宗有方法。”哦，他一听老祖宗，耳朵就竖起来他是汉学家了，他四书能背呀，我们都不如他。说老祖宗有什么方法？我说《三字经》念过，念过，《三字经》他会背。我说《三字经》前面八句，是我们的老祖宗，对于后人。 几千年来，教育最高指导原则，他也听呆了。最高指导原则是啊，我说第一年第一两句是教育最高的理念：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啊，办教育的人首先要肯定、要承认人心本善。 那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呢？是从不善的习性回归到本善，你的教育成功。他他一听就就明白了。我说佛家的教育，头一句话就告诉你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那么佛教教育目标是什么呢？你现在是凡夫，回归到成佛，佛教教育成功。啊，一开头啊就把最高的目标告诉你啊。 你本来是佛啊，啊！佛佛，儒家讲的时候，这中国传统讲，你本来是圣人呐，啊,啊！所以你成圣成贤是本分呢、啊，一点不稀奇啊！啊，你本来是啊，啊，这是最高的一个理念。你教育办教育的目标，你办什么教育？你把人教成什么样子？你看，头一个。 目标解释出来，啊，为什么要这个目标？底下两句说明的：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啊，如果要不教，你的习性跟本性慢慢越来越远。为什么？学坏了。你本来是大圣大贤，啊，没有没有教育，没有好好的教的话，就越变越你受外面。 环境污染，那叫习性，习相远了啊，性就相近了啊，这就是为什么要办教育，这个道理在此地啊。啊，第三句，那教育重要，特别强调教育重要。 勾不教心难清。你要不把不把人教好人全变坏了。那、啊、本性呢？本性隐没了，不是没有，本性有，不起作用了。习性这个卧底念头的他就发扬光大了，无恶不作了。真能不教吗？所以《学记》里的提出，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。 啊，建立一个政权，建立一个国家，什么事情最重要？教育。这个理念在中国历代到满清都还遵守。啊，你看朝廷里面就政治组织里头，啊，宰相下面第一个部是教育部，也就是说，所有一切都为教育服务。国泰民安。 啊，现在不是啊，现在金钱挂帅啊，教育排在最后啊，所以天下大乱。为什么呢？金钱是大家必争的，啊，教学呢是大家互相谦让的，这是两阶段的。你说大家互相谦让好，还是大家拼命的争夺好？啊，怎么教法？ 第一下念念句，教之道，贵以专。所以我就跟他说，排很多课程，这是不合理的。啊，中国古时候教学、印度古时候教学都重视一门深入、常识学修。啊，我就给他举例，譬如学论语，就学这一门课，别的都不要学，这怎么学法？ 啊！我说教学不是讲学，我是教学生学，把方法教给你。啊，参考资料叫你去参考那些书籍？上课呢，学生你讲给我听。啊，一个小时，学生讲五十分钟，讲给我听。最后，老师十分钟的奖品。 这叫教学，所以你去看学记啊，老师很轻松啊，学生很辛苦啊，啊，他要做五十分钟报告，他要读很多参考书，啊，要在那里现在讲写论文，啊，不是，你一叠报告的时候，你要有条有条有理，大纲列出来，啊。 这个这个这个纲要，哎、呃，写出来，你循序向大家报告，啊，老师跟别的同学都听你的，听完之后，奖品，奖品首先同学讲，啊，听的同学出来讲，最后老师做总结，啊，这样教法。 啊，教学真正相长啊，教学相长啊，开智慧呀、啊！啊，学习最重要的，是要把学所学习的一些精神，如何落实到我们现前的生活上，活学活用，才真正的利用。 啊，你学的那个些与自己生活不相干，与工作不相干，那不就白学了？那个东西学的干什么？学了真管用啊，那才真快乐啊！啊，所以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回去跟学校谈谈看，能不能接受我这个理念？如果能够接受，就是我怎么样招生，怎么样教学，你通通不要管。 我学生十年学成了，啊，你没发毕业证书。我说我会去。那、啊、他还问我那怎么叫法？那《论语》，他论语》的时候就这样学习，大概四个三四个月就学完了，没错。三四个月学完学第二遍，二遍学完学三遍，啊，一年能学四遍，十年学四十遍。 四十年之后，学的《论语》的他就变成现代孔子啊；学孟子的他就变成现代孟子啊；学道的他就变成老子、庄子；学佛的他就变成释迦牟尼佛，又来了。那叫成功的教育。 啊！我说你们现在的教育是学的知识，不是智慧。啊，学生还是心浮气躁，不过比一般学生好。啊，这个这个素质要好多了，啊，这是我在外国学校看的很多啊。啊，在一般比较起来，他们的学生超过这个一般可惜 啊，他们还是有点定功，就是我们上课一个小时，他还能专注在听讲。啊，现在在学其他课系里头，专心听老师讲课的大概十五分钟，十五分钟之后心不在焉了。所以老师也很聪明，上课就十五分钟，十五分钟之后就聊天、讲故事。为什么他听不下去了？ 啊，所以现在大学程度普遍的都往下降啊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往后就没有人才了。啊，这个社会没有人才，那社会怎么收拾？大问题啊！啊，麦大为教授退休了，最近听说北京大学。 请他去做客座教授啊！我告诉他，回国的时候从香港经过，我们可以聊聊天。啊，所以学校教育确实令人担忧啊！过去那一种品质如何恢复？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啊！所以宗教教育，它是把生死四大作为学习的核心的，我们如何在这一生当中把这个问题解决？啊！但是很多人把这个事情收获了。 啊！但谈名利呀、啊，这个是错误。谈名利的人没有不痛苦，所以故有苦万端，无有出期。啊，这个就是一般讲的患得患失，没有得到拼命想求得，得到之后又怕丢掉，他这个心永远浮躁。 永远不安啊！他哪有落呢？如慧书曰：“夫物有本末，事有缓急，以办了大事为急先物。譬如人入大城中，必先呢迷暗下处，而后啊却出干事。敌莫混合。” 则有投宿之地。啊，回溯是日本精宗的祖师。啊，他的《无量寿经》注解里头有这么一句话：啊，物有本末，事有缓急，这都是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。 啊，一定要认识什么是本，什么是末。生死四大是本，世间名利是末。啊，生死四大，我们要赶紧办。明文立养是小事，放在后面。生死大事办妥了，明文立养自然来了。 不要求，自然来了。啊，来了怎么样呢？来了，心地干干净净，不受影响，这叫自在呀、啊！啊，有很好，没有也好，通通都好。啊，有了什么？有了可以替苦难人民做一点事情，没有了就不要做了。 好事不如无事啊！这个道理，懂得人不多啊！啊，所以我现在多好几次啊，讲经的时候都劝导大众不要再送钱给我，因为年岁太大了。 啊，有钱你们自己做好事，不要叫我带你们做。啊，让我呢把时间、精力完全用在这个学习经教。啊，每天有四个小时跟大家在一起分享，这个快乐其乐无穷啊！啊，我们用网络、用电视，啊，大家都可以能收看得到。 啊，特别是网络，啊，乡下没有这些设备的，我们有光碟流通，啊，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，都可以要得到，啊，你们来信要，这边就会给你寄去，啊，这是真正快乐。 啊，譬如再举个比如说，譬如有人乡下人到城里去办事，一定先把住宿的地方啊安排好。啊，为什么？办完事情晚上回去好休息。啊，可见的住宿的事情啊，吃住事情这最重要的。旅游的时候这是最重要的，先把它办好，然后你才安心去玩。 啊，先密下处者，啊，这就是找个吃住的地方选择，修净土之位也；蝶目混合者，说大仙到来之位也；有屠苏之地者，生莲花中不落恶去之位也。这回溯讲的好啊，啊，他用这个做比喻啊。 啊，那么什么是大师呢？修净土是第二大师，为什么？佛法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难修啊，成就不容易啊。唯独这个法门，太容易了。啊，人人都有把握修成。啊，我们修这个法门多好 啊，我学习经教，年轻的时候对个法门不相信，认为这个法门是老太婆教，轻视它。啊，对于大经大论呢、啊，特别欢喜，啊，在大经大论上搞了几十年了、啊。啊，我相信净土，差不多学佛之后二十多年，才明了。 啊！我没有把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我不会接受的。那这是我从小就是这么性格。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啊，一心一意想投入啊，啊，所以无量寿经我讲过十遍，啊，这是第十一遍讲。 黄念老的注解啊，为什么讲呢？讲他的注解，这也是报知遇之恩呐、啊。我们在晚年才碰上了，才见了面的。当时见面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学习这个经典啊，在国内他在搞。 在海外，我在搞。啊，这个钱没有人搞啊。啊，下了这个会记本，是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传给我的。啊，他自己在台湾讲过一遍。 那个时候我还没学佛啊，所以这一遍我没听到。他把他的讲义就是没住这个本子给我了啊，我看到他的注解，我能看得懂，我就能讲啊，有这份资料就行。所以早年我在国外。 在美国，在加拿大，讲这个汇集本，都是用李老师的美术啊。遇到夏联居，不是这个黄念祖老居士，在美国遇到的。他在美国时间很短，只有一个月。啊，在美国我们没见面，只通电话。啊，他这个主解带了一套。 油印的，你就知道简单。蜡纸油印的本子，那个分量我们估计顶多一百套。为什么一百以上就不清楚了？啊，他带了一套到门口，我相信他精挑细选，字都很清楚的。啊，这个本子送给我。 啊，我看了之后欢喜赞叹，跟他联系，他有没有版权？有版权的那就算了，没有版权，我说我在台湾打算翻印，啊，他回我的信没有版权，欢迎翻译，而且要我给他写篇序文，那我就遵命了，啊。 书面上要我给他题字，所以第一次就印了精装一万册。啊，他看到了非常欢喜啊！现在这个本子在这个世界上流通，我估计至少有五百万册啊，只有超过不会比这个数字少啊。 他做这个注解很辛苦啊！啊，我这样认真学一遍，带动大家学习这个注解的兴趣。他这个注是集注啊，不是他自己意思。啊。你看里面许多经论，许多祖师大德，包括日本些祖师注解，通通抄在一起，所以这个解是集结。 集大成来解释这一部经啊，所以夏老是汇集经，黄老是汇集注解。你读这一部注解，就读了一百九十三种经论著述。太不可思议。 啊！我这一带头，大家学习的兴趣就提升了。啊，这是我们报知遇之恩啊，啊他有注解，我有可判。啊，所以我这一步大概十月底可以讲完。讲完之后，我接着讲扩注。 啊，主主要的还是参考大境界。啊，我分的课跟他老人家分的课大同小异，我分的很细。啊，像这一大段，我大概分了六七段。啊，每一段都有一个标题。啊，这一这几句话，有的是一句就一段。 两句一段，啊，很少，十几句一段的很少，他都讲一桩事情，啊，所以人在这个世界，第一桩大事就是我们怎样决定不走恶道，这个重要啊，啊。 人生在一世一世当中干得轰轰烈烈，最后如果到三途去了，不值得了，那是大错特错啊！啊，所以如何保证我们决定不堕落？道？我们在生命当中只有向上提升，不会向下堕落，这叫大师。啊！那么提升，最殊胜的提升，无过于极乐世界。 这往生极乐世界是头等大事啊！他的理论，他的方法，啊，极乐世界的境界，详详细细都在这一部经柱子里面啊！这一部经从头到尾啊，像我们这次细说。 你不能不相信啊！啊，相信了真干了，你肯定，你去超越了，不但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，啊，什么都不要，都放下，才得大自在。 啊，真的，方老师，我一生感激他，一生不忘记。啊，他把佛教介绍给我，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那么每个人都知道我，我这一生经历的苦难很多，实际上我告诉大家，我经历的全都是最高享受。 让、啊、别人看就是苦难，对我来是最高享受。为什么呢？我对于任何一个人、任何一桩事情，永远感恩。啊，人家能经得起考验呢、啊，一次考验一次提升呢、啊，啊，智慧提升了，德行提升了，境界提升了，哎，发型也提升了，他、啊、怎么不开锣？ 啊，没有这些人，我怎么会提升？啊，没有这些事，也都不能提升。啊，就等于考试嘛，越是难考的题目，那你升的就越高。啊，我们再看下面，下面这些念老所说的。 然助人，还于火急之死？对于最重要的事情啊，他疏忽了，足不及之今。大命将尽啊，谁会何意？啊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一定要有高度的警觉。 下面是居卧疾苦，居者甚也，是最严重的啊。著是卧苦品里面有这么一段话：唯此无我世界，最为居苦啊。又曰：如是无无痛无烧。 譬如大火焚烧人身呐，卧是因苦是苦，杀道阎王酒，是为居我啊。造我感受卧苦，民无痛无烧，如火烧身，故曰疾苦。啊，这把它说出来。 啊，我也是在过去没多久，我写了这么几个字，也是帮助大家啊，怎样帮助自己啊？那么最近我加了一条，加在第一条，加在这个第一条里。 第一条就是《此地》讲的：“杀盗淫妄求，是一切恶业。啊，造恶业当然有恶报。啊，为什么会造恶业呢？恶业的因是贪嗔痴慢，是一切病因呢、啊。 啊，怨恨、恼怒、烦，是一切病的源。这是什么情绪？啊，这个底下的说是。腑脏失调。啊，这是我们生理出了问题了，生的病了。我们居住这个地方，天地变异。 啊，这个就是说，地球病了，地球怎么病？被我们传染了。我们有病会传染地球，所以地球被传染了，天地变异了，啊，灾难就先前了，啊，疾病、疾苦、短命，是我们人生。啊，自然灾害，像现在许多这个自然灾害啊。 这是地球病变啊！我们把它原因找到啊！啊，所以疾病啊，疾苦短命的，自然灾祸是一切病的报啊，有果有报。后面这一条，仁义礼智信是一切病的药。 那我们怎么治这个病呢？把仁义礼智信找回来，这病全没有了。啊，我们自己生的病没有了，我们居住地球的病也没有了。这是古时候老祖宗留下来的呀，这个东西不是我发明的。 那我们这么多年做老祖宗的惦记，读佛经。啊，把我们现行的状况，啊，这些业、因、缘、果报，简简单,单单揭露成这几条，啊，大家看了好懂。啊，灾难不是不能救。 啊，跟美国布莱登先生讲的完全相同。啊，这是美国的一个科学家。啊，美国人搞的二零一二这个电影。啊，这个电影里面布莱登出现了四次，他一个镜头出现了四次。 啊，一次大概有一分多钟，这些事实。他说的，二如何应对二零一二玛雅灾难预言？啊，怎么去应应对它？他讲了三句话，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弃恶扬善。 就是我们佛家讲的断恶修善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改邪归正，端正信念，不但灾难可以化解，而且会把地球带上更好的走向。这他说的，他说的好啊，说的有道理啊，啊，跟佛说的一样。 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也相同，啊，那是个外国人。我们相信他没有接触过佛法，他没有读过中国传统的典籍，啊，但是古人所为，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，啊，他的看法。 跟我们传统、跟佛经上讲的多么接近呐、啊！那、啊、可见的，这是真实智慧啊！这个事情呢不是假的，所以“杀盗淫妄酒”啊，这个太过分了呢，做的太过分了，灾难就会先弃。 啊，这是七大之物、啊。那、啊、这些东西，在这个世间不能没有。古时候也有，杀到云忘就也有啊。它有节制，所以是适可而止，不能太过分。啊，太过分伤身体。 会给你带来疾病啊！你能够节制，保持你健康的状态，这个是对的啊！太过分了，那就是苦来了啊！名为无痛，痛是现报，我们身上有疾病啊。前面讲的五脏不调。 啊，给你带来的病苦，这叫痛；无烧是来生。啊，你造的这个业感的果报啊，是地狱恶鬼出生，所以这叫无烧啊。这个烧是特别用地狱来做代表，如火烧身，这叫苦，这是地狱苦。 啊，所以天堂地狱全是自作自受啊，极乐世界也是自作自受啊，阿弥陀佛给我们做个增上缘而已。啊，我们自己不把念头转过来，得不到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念头重要啊。 布莱登都懂得了最后一句：端正心理啊，端正心理我们刚才讲的儒家的五常，仁义礼智信。啊，仁者爱人。啊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实在讲，就是一个爱。 啊，中国人讲仁慈博爱。啊，人是两个人，想到自己一定想到别人，这推己及人，这是人人呢、啊。我不愿意受苦，我不能叫别人受苦。 啊，我喜欢得乐，我要帮助别人得乐。啊，义是循理、齐心、动念、言语造出，或情、或理、或法，这叫义。啊，中国自古以来称之为“礼义之邦”，仁义道德。 啊，所以中国这千万年来祖宗积的德厚啊，这是带给我们无比的信心。中国人会遭难，中国这个国家民族不会灭亡，为什么呢？祖宗的德太厚了。啊，你读古书，你就有信心，你也晓得。 今天这个灾难是什么？我们把祖宗东西丢掉了，出了出了事情了啊！祖宗这一些看法、想法啊，那就是意念可以转变境界。得用现在的话说。 啊，意念可以转变，意念可以转变我们身体。啊，身体不健康，意念转变过来，身体就恢复健康。意念能够转变山河大地。啊，山河大地有很多不正常的，我们的意念正常了，它也正常，风调雨顺。 再立不起，真的不是假的，啊，这个这种思想被现代科学家证明了，啊，这是最近的量子物理学家，啊，他发现什么呢？他发现物质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。那换一句话说。 念头能够主宰物质现象，啊，这个发现非常了不起。啊，今天地球上灾难，这个发现让我们信心肯定，灾难可以化解，啊，特别是信心。为什么呢？贪嗔痴慢，最后是个一。 一的祸害，对我们身体来讲，我们的免疫系统被破坏了。怀疑，不相信自己。你别一个人生病了，不相信自己病会好，他就死定了。这信心是掉了。啊，什么样好的医药医生都治不了他，他没有信心。啊，这是怀疑对自己身体，要命啊！ 怀疑对我们居住的山河大地，那变成什么呢？我们居住土地松了，松了就容易沉到海底，就往下沉。山呢，山松了就会倒下来。啊，所以真的会造成一种什么现象呢？地陷了，山崩了，会造成这种现象。 但如果信心坚定了，这个现象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它心理上的反应呢、啊，就是我们的病态感染了山河大地啊。我们健康了，山瑚大地健康了，也感染它。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讲清楚、讲明。白。 啊，佛在经上讲“贪嗔痴慢疑”，这五毒，它所反映的贪，感反映的水灾；啊，海水上升，大地沉没；啊，尘灰，感应的是火灾，火山爆发，地球温度上升；啊，吃，愚吃，感应的是风灾。 啊，傲慢感应的是地震；怀疑感应是大地松散，所以怀疑感应的严重超过前面四种。因为前面四种是都是局限的，怀疑是普遍的。啊，我们全身信心化解，啊，整个山河大地松散，这还得了？ 啊，这一桩事情真难得，我们就真感激、啊、近代科学家了。他做了证明啊，没有科学家证明佛经上所说，这是迷信，你就不相信啊。啊，真的相信的人太少太少了。科学一证明，大家没话说了。啊，真正能把意念改过来，我们在难校了。 恢复自己健康长寿，啊，居住这个地方不会有灾难，啊，所以是真能解决问题，啊，再不能够怀疑了，怀疑他，那就有严重灾难到来，到时候后悔。 莫及了啊！所以说，这些经教跟科学报告，我们要认真去研究，啊，认真的去学习。啊，这个幕后会所说说，人世隐隐，又如何惧故曰：居我皆苦。 这个人是隐炎呐，现在真有其事了。这个话是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讲的，那个时候没有这种征兆啊。你看现在，气候的炎热，啊，全世界许多地方温度超过四十度，啊，人活活的被热死了。 啊，地球变成冷热无常，冷的地方人冻死了，热的地方热死了，啊，真的是反常，啊，常是什么？记住，人一理知心叫无常，你不能违反它，啊，你违反它，身体反常了，我们地球反常了。 啊，一定要把这五个字找回来。这五个字是心得，包括在本性本善里头。那善是什么？仁义礼智信就是啊。啊，老祖宗讲的五伦是善，五常是善，四维八德是善。 啊，道家的因果教育是啥？佛法十善道的教育是啥？这都在中国流行了几千年。啊，社会安定，国家真正做到了长治久安，利益之邦，和谐社会。 啊，甚至于大同社会都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。啊，这是一块宝地呀、啊！啊，现在只要把这个恢复，啊，老祖宗千万年教的四个科目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八德，只要把这个东西找回来。 我们中国这块地方，所有灾难都化解了，啊，不能怀疑，怀疑的麻烦最大，最可怕。我们接着看底下这一小段：情深影物，一字皆吉，啊，会云。 银就是讲的静营专利于事叫物啊，一心一意去做，这叫物。啊，服务。毛主席讲的好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这种物是全心全力。 那、啊、为人民、为自己，都可以用这个“物，物就是全心全力啊！一是勤劳其身呐、啊，啊，觉得勤快呀、啊，肯干呐、啊，啊，这叫情深。啊，我们讲努力去做，认真的去做。 啊，他为什么肯认真努力去做呢？为自己。所以现在的价值观成了问题了。啊，他不是为人民，不是为社会大众，为自己，为自己一家。啊，现在说为自己一个小团体的都不多。 啊，我一个小团体，你公司老板，你底下员工，你把员工看作自己兄弟姐妹一样，那就是一家。员工是员工，老板是老板，那，那你还是为你自己。啊，你连没有把员工变成自己的一家人，啊，所以情深延误是好是好事情。 你的目标是什么？你的对象是什么？这个不能不注意、啊。全是一字借机，这问题就重了。啊，我们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：“一家保暖，千家愿。你的日子怎么过？你一个人富有，你居住地方都是贫穷人，他们要找你的麻烦。 他们把那个目标都对着你，你的后果就不堪设想啊！所以，真正聪明人自己有福报上，分给我一个地区共享，没有一个人不欢喜，没有一个人不爱你，没有一个人不拥护你啊！那是聪明人。 啊，共产党能够建立中国，啊，能够把国民党打败，靠什么？就靠这一句话：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。老百姓又哭了。啊，国民党失败，失败在哪里？抗战胜利。 把这个崇高的理念忘掉了啊！抗战胜利的时候，日本人轻松回去了，所有的资源留在中国啊！中国这些文官武将忙着什么呢？忙着发接收财。这一个动作把人民搞恼火了，人民看到了不支持你。 是这么失败的，这不是别的失败，这是贪污失败的啊！因为看到那边还有个共产党，就一面全倒过去了啊！跟日本人打了八年，没有打败啊！跟共产党不到一年，全一败涂地，这什么民心呐？ 失掉了民心了。古人讲的一句话了，老祖宗讲的，“得人者昌啊，失人者亡”，啊，这两句话可以说，抗战胜利之后这两道，一个得人，一个失人。啊，祖宗讲的话一点都不错啊。 啊，老祖宗这一次看得太清楚了。啊，你如果说老祖宗智慧，不如我们现在人错了。现在人的智慧是把地球带向灭亡，老祖宗的智慧是能叫你千秋万世、国泰民安。到底谁有智慧？啊，现在人吃大亏就对老祖宗怀疑、不相信。 造成自己身心不健康，拼命在造业，造成地球是地球上许许多多灾难，从来没有过的啊！最近出现的是天坑地陷，我是最近一个星期才知道的，呵呵因为我不看报纸。 啊，媒体我不接触。啊，最近有些同学的时候拿了一份资料，说是在网络上下载的天坑地陷，我去看看，的确很可怕。啊，怎么那么大的面积？啊，五百多米，就是中国一华里了，一里了。啊，一里方圆的地突然下陷，古时候是很少很少。 啊！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期间当中，全世界都有这个事情？啊，发现好像有七十多起，啊，三分之二在中国。啊，那这是我们看到，这是什么？疑怀疑，现在人怀疑严重，不相信自己。你去问问几个人，有自信心？不相信自己。 啊，夫妻当中互相怀疑，父子怀疑，兄弟怀疑，没有不怀疑的。他生活的时候多苦啊，就是说没有可值得他相信的人。你说多苦！啊，我能够活得这么快乐，我不怀疑，我对任何人都不怀疑。他批评我的人，我不怀疑他，我很感谢他。 他陷害我的人，我不怀疑他；他置之我于死命的人，我还是不怀疑他。那、啊、为什么呢？他真的要我死的时候对我好，为什么我到极乐世界去了？要不然我还多住几年，多受几年罪呀、啊？但他提前把我送去了，我怎么不感激他？一点不怀疑。啊，随着身体健康的时候。 信心太重要了，啊！坚定信心，这个世界没有一桩一个人是我怀疑的，没有一桩事情是我怀疑的。这是佛菩萨教给我的啊！祝佛菩萨对一切人事物从来没有怀疑，啊，所以他快乐无比，幸福无比呀、啊。 啊，下面“接，接是相足。啊，以绕足为接，绕是丰饶、丰富、很多啊，这个是“借”的意思啊。又借者共借也，计者度也，故知经以为这经的大意，这个意思。 勤劳其身，经营事物。求能自给自足以度此生。啊，现在这个自给自足啊，它没有限量，啊，永远在争，多了还想多。 啊！你看，在早些年刚开放的时候，有一万块钱就很足了，万元户了。啊！现在一万想十万，十万想百万，百万想千万，千万想亿万，没有底线，问题出来了。啊！如果有底线呢，他快乐就无比了。只要有底线，他就快乐。 没有底线，他永远有忧虑，永远苦恼啊！所以人要知足啊！古人告诉我们四个字：知足常乐。啊，人只要一知足，快乐马上下去。 啊！我学佛之后，我只要有衣服能够穿得暖、吃得饱，有个很小的屋子可以遮蔽风雨，我就知足了。啊，我就快乐无比了。啊，供养有多余的，多余的赶紧个人。 啊，我先多余的都帮助别人啊，帮助别人，我学印光法师，我觉得他那一种方法，只有善没有恶，只有功没有过失啊。老人家一生用什么呢？印经帮助别人。 啊，就是流通法宝。啊，所以我这些年来、啊、印了一万套大藏经啊，啊，全世界到处送啊，啊，快要圆满了，啊，还有多余的钱，啊，所以我印了一百套四库全书。 啊，原本这些报道是前大前年吧，三十年前，山东大学啊，聘我做校董兼教授，展校长对我非常好，我跟他说。 我说，我现在那里有一笔钱，没地方用。刚好呢，商务印书馆要重印《四库全书》，我说我这个钱可以购买一百套。你能不能帮助我送给国内大学？啊，送一百个大学，他就承担了。啊，那我就真印了，前夫了。现在书都印出来了。 他调走了，啊，后面这个校长，我也见过两次面，跟我同姓，姓徐，徐校长，啊，他就不太愿意帮助我这个事情，啊，这样这一百套那么大的分量，我就没办法了，啊，所以还好有个上海有个汤院长，他替我送了几十套。 啊，那么我现在分送给澳洲石头、沙头印尼、沙头，马来西亚、沙头，现在我大概还有剩下来的有二十几套，不到三十套。啊，有学校需要的，我都很乐意送给大家。 啊，那么今年年底，我又向这个这个世界数据订了两百套《四库会要》，这都是过保啊！啊，会要的分量是全书的三分之一，全书一千五百册，会要是五百册，会要的内容比全书好，因为全书里头。 有不利于清朝的，他就删掉了。徽要保存完整，徽要是皇帝看的，他不公开的啊。所以当年徽要只有两套，一套圆明园，一套在皇宫。圆明园被八国联军烧掉了，所以只剩下这一套。这一套在台湾啊。早年印过一次，印了两百套，我大概买了有六七十套。 所以我是他们最大的主顾，我买了个分送，全国每一个省，这个特别是跟自治区啊，每一个单位一个大一个最好的大学，这个都通通都送送到了。那那这个两百套呢，本来是我们我建议联合国世界宗教和平组织的秘书长。 希望他召开一次世界宗教和平会议，啊！我说分送给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领导人，这两百套，现在我看这会开不成了，他已经拖了三年了，啊，开不成，这两百套我要往哪里送？啊，这个书好啊。 非常之好，我是非常喜欢的啊！我还是希望我们国家能够接受的话，赠送给大学，这是最理想的啊。如果国家不要呢，我就会送给国外啊。主要的对象都是大学图书馆啊，让他们保存。纵然世间有灾难。 不会全部消失，这个东西总会留下来，啊，我们是用这种方式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，啊，这是最好的方法。有人告诉我，刻在石头上，啊，埋起来，一个地震，那这这些全完了，这不能保证呢、啊。所以，保证东西流传到后世不至于消失。 就是到处搜索，到处都有收藏啊，这是最好的方法啊。那么我们讲四库会要啊，这个这个国学之药啊，我们印了一万套，全书之药也印了一万套啊。这个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复兴会有很大的好处。 我们都普遍在遵守。啊，国学之要就是四库全书的钥匙。啊，你从这个，你能够了解四库，认识四库，你知道如何在四库里的学习，所以这部书非常之好，啊，非常难得。有同学送一本给我，我拿到这之后，我非常欢喜，中国传统文化。 有救了！啊，这这是最近做的事情。这个事情做完之后，不想做了。啊，老老实实待在一个地方。啊，所有活动也不想参加了。啊，每天读经念佛，跟大家做四小时的分享。啊，谢谢大家。 现在时间到了。